说白菜堆了油嘛。我给饭吃也找不着，没有，你找吧。这是弄哪去了呢？你说呢？真是把我急死了，真是把我急死了。你说这要是没有了，我咋弄啊？投鸡圈油吗？给我鸡哪都找，孔雀那窝给我找的。上哪儿找去？你把扔哪儿去了？对，我要知道我还上那儿找啊？我知不丢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你打心里面哪儿找？咋找也没有啊？找不着，那别找了。要是没丢家，没准啊，我早些弄树叶子，搂树叶子去着，没准丢那儿了。那紧溜的还得给我骑车子瞅瞅，再上那弄树叶子那儿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我奶奶这两天真是放屁砸后脚跟，喝凉水塞牙，倒霉到家了。前两天兔子让黄鼠狼子吃了一窝，然后啊，把大母兔子又给咬了，黄鼠狼子屁股给咬烂了。老太又把手机丢了，你看。把我妈喊来了，把我媳妇喊来了，把我喊来了，就给找呢。要是不给我找着，多着人给我说，让我说媳妇的呢。这玩意儿打这事儿都耽误了啊，让人家都打光棍上不行啊。人没人彻底甭干了。你这紧啥说啥也没用啊，你这紧溜快给我找去吧，这事儿可大了。真叫烦呢，越想越烦。没想到呢，树叶楼点你说打手机丢了，那叫胸瞎子皮棒子，皮一个丢一个。您跑这么老远弄树叶来，那可不，我真服您了。我那讲树叶好没毒，想给鸡弄下蛋窝，那上地儿弄点棒棘叶子，行，也比这强啊。我要知道黑的要是尿炕一醒我也不睡觉啊。来这儿弄呢，那可不，你要离大道这么近早没了。你瞅瞅啊，都在这家伙上把、啊、这一小片树叶子也都收拾了。你看你说这咋弄啊？你说呀，这你要是不找着我这大事儿我咋弄啊？你说呀，找不着了。你俩都给我刮了刮了吧，我给你打一个。车辆进入关电话呼转到来电提示器，您的电话号码啊发送到对方手机上。来电提醒了，找不着了。哎呀，那要是找不着了，那我这大事儿都得完蛋呢，那我咋弄啊？应该是让你姐去了。这咋弄啊？这啥事儿都得那啥，啥事儿都得完了。你倒是买新手机也不进我那个，虽然说我不贵那手机，那事儿多呀，那里头啊都是事儿啊，我记不住了。哇，我得给您买一吧。买一个也干那啥呀？谁要一给我打电话啊，哼，找不着我那号了。